近是草莓接来给大家拆一整盒黑法的二袋。那这个盲盒我拿到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，这是我拆过目前最长最重的盲盒，你们听，它真的很重。这次黑粉娃娃呢是由四家公司联合就是出品的，然后加入了每个公司不一样的这样的人物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拆一拆，认识一下他们吧。好了，那我已经把它拆成了在店里面就是抽盲盒的那个样子。它这个一共是有12个基础款加2个隐藏，一个小隐和一个超级隐藏，开始吧。那我就不啰嗦了，2块配重币，怪不得我说这盒好重，有2块好重的配重币。看我第一只是哪只吧。这是巧克力布丁，你看它眼里还有着我们星星糖果，头上也是被淋了巧克力酱一样。大家手抽到第一只，这只呢虽然不是特别的喜欢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。那我们继续拆吧。这个里面没有配重币。这是我抽到第二只啊，这只好可爱，这只眼睛里有草莓耶，然后手里拿着一个棒棒糖，手上也是这种糖果。它这个系列就是这种比较马卡龙颜色，比较少女颜色，跟甜点有关的，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应该非常喜欢。这个呢是草莓棒棒糖，这是第二只。我又选了一只重的，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配重币。没有，没有配重币。那这只是实打实的很重，我怎么感觉我每一只都在猜它有没有配重币啊？啊，这只是恐龙妹妹，哇，这个恐龙妹妹好可爱，我好喜欢这只啊！这是目前我抽到最喜欢的一只，怪不得它是一袋最热的款。那我抽到这只恐龙妹妹是香草奶盖，好可爱啊！哇，恐龙妹妹真的太可爱了，你看每一个马卡龙，然后樱桃，然后身上这些好精致。你们就说它是不是比图上好看，颜色也更鲜艳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它的微表情也非常的棒。我又拿了一只重到可怕的，看看这只又是什么，看看看看，我就知道，你看又有两个配重币吧。好粉嫩的颜色，它这样是猫耳朵还是狐狸耳朵？这是这一季新加入的角色。还流了一滴小眼泪，我真的觉得恐龙妹妹是最可爱的。那这只呢是西瓜刨冰，粉红色的，好好，又像个猴子又像个机器人。那它的这个手呢也是这种猫爪子的形状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挺可爱的，就是这个脸我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。那它就是草莓布丁啦。好了，那这样放应该能看得出来，就是它们大小是有差距，而且是有不一样的。那这一次的盲盒我拆非常开心，我也很喜欢。如果感兴趣的宝宝呢，也可以去买来玩一玩，因为它的一代确实很火嘛。然后呢，有很多宝宝拆，我觉得二代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。那今天的盲盒就拆到这里了，这里是草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